孙韵锦，做我女朋友。孙韵锦跟我去北京，孙韵锦和我在一起。第一次见到孙韵锦的时候，觉得哎，这个女孩挺特别的，有就是想要了解的感觉。不会说问我吗？识题你错答题是不是？虽然说让您觉得好像挺有时候挺讨厌的，还觉得。 但是这个讨厌一定不会就是说真的让人讨厌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50块钱，你就别做朋友聊天了，好不好？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孩，没长大的一个男孩，就是特别的纯真。我发誓，我这一辈子不会离开你。像程真这样子的人，就一直默默的爱一个人，爱他那么久，就这个东西是找不到的。这很少了，可能我觉得现实中也很少了。 那我不得不说，我可能是哦。哎呦，<笑>其实吴亦凡看上去挺高大，但是其实内心就是一个小朋友。看飞机，看飞机。快快快快快，又来了。那我家的飞机啊，那个。<笑>然后每天都会去做一些。 感觉像小朋友的事情。他特别喜欢超人。对啊，我超人嘛，前世是超人。哎，发现，发现，发现，万事万事万。玉凡他喜欢音乐，要来点美丽的音乐。对呀。 太跳舞了，然后运动上头他也挺赖。这是什么呀？就是投入动作，啊，太帅了！这个会行吗？会行，会行。上来了。 再来一次！再来一次！